您各位好啊，我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。说到这天津卫的美食啊，那可是真不老少的。您瞧，前两天我到这金门古镇杨柳青，就吃到了这种天津美食锅贴。说起这锅贴啊，那位先生说了，那可不一定是天津美食，全国各地他哪儿没有卖锅贴的呀。哎，这您算说着了，这天津的锅贴啊，它个儿大，馅儿多，品种丰富，关键是它价格便宜。大人，您都买三两了，我一下子要了半斤。还有别的？有。还有什么玩意？锅贴儿，锅贴儿剩这么多，稀饭喝了，没关系，打包走。这一下子锅贴儿要多了，人家都要三两，我一下要了半斤。您瞧了吗？我足足剩了两个人的伙食。下次您来天津点锅贴的时候，一定得问问一斤几个，瞧瞧别人都吃几两，您再下诏来。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您关注、点赞并转发。您的支持是我能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